杨爱，你捡这玩意干啥？回家喂鹅？什么呀？捡回去我们自己吃呢。现在村里人都爱吃这个。杨爱，这玩意说起来这么麻烦，我才不吃嘞。姥姥，待会这壳子都香的。再给它洗下先。这香味都跑到隔壁去了，大家帮忙点个小爱心哟。圆爱，你这什么这么臭啊？你没吃过吧？今天做一个豪华版的螺蛳粉，这螺蛳粉可是我在美团优选上买的，这一袋新人买才3块多，今天买明天就到，还不用运费，便宜这么多了。可不嘛，新用户还有机会抽苹果12手机哦，这个手机就是我在上面抽到的，你也快点击下方链接去参加吧。嗯，圆圆，这说起来太爽了，比海鲜好吃吧？明天再做一盘。